You already lost them. Yeah. Aliens. Okay, okay. Because I went out to the car. Yes. 把门关起来。 我问你, have you seen my husband? Mr. Wong. Please subscribe to 宝宝乐悠悠。Okay, 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房间，这是床。我拍给你爸爸看这些物，要不要很贵？第一版。你看它的木的纹啊，很美啊，你的木纹。嗯。问看你爸爸是好的木。这个天花板很美啊，喜欢啊，厕所。这厕所，厕所在八楼。厕所，然后还有它上面的，我说你是有别的东西。有点，有个天窗在那上面，冰橱在下面。嗯，我们已经放我们的东西进去了。说就是这样了，这个是今天晚上，应该是最豪华的。嗯The next morning. This is th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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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orning.就看不到咯，很大雾哦。大雾。来吐口气。没有啊。诶，没有哦。没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够冷啊。是，其实今天还好啊。这个只是。因为平时我一出来我会变冰，把今天我没有了。多一下看一下它会不会散啊？我们已经到十一点了哈。嗯。十一点钟去 Aerotown 一个总需要的十二点午餐。然后回去 Queenstown， 今天去 Melbourne。我那间店很美。你每一间店都美的。哦，这间像 Sukudan Trading Post 哦，拿盐过来卖啊，拿一点 ornament 啊来卖啊，或者在这边买的东西拿去别的地方卖。Granoki 就是个起雾的镇嘛。Narnia 啊 ，X-Men 啊 ，Lord of the Ring 啊，都有在 Granoki 这边取过景的。这个雾是不是很有 Lord of the Ring 的 feel 嘞？觉得我头脑会死掉。Morning，Good morning。Good job。来跟 Noki 就是拍这个乡间小物的，那现在是一个农场，那叫 Harvest Moon 的 Ranch 哦，那个cow的 barn， 带他们去前面看。哦，这边是冷门的是吧？不会啊，怎么会是冷门？款式很美啦，我们美的不，我看不到那座山，你对面那边有一座山的，都很高了。哎呦，看不到哎。那一座山很高，你在那边等我都没有办法了。伯伯讲，这个红色的物质是货舱来的哦，以前是建在水上面的，后期才移上来岸边。早期的 Glenorchy 这里是没有公路的。当时的人民如果要去 Queenstown 就要来这边搭船啊，有点神秘，神秘，神秘感觉，因为看不到对面，对面其实有一座很高的山。此处已是我的天涯，近看不见幸福，退看不见你，请不要跑书包。那边还有鸭子，我已经没有面包了咯。嗯，伯伯讲那个红色的物质搬进去过后嘞，这个木桥曾经被改建成石桥，石桥上面有一个 track， 方便货船靠岸后，人们推货物进去的。
可是这个石桥后来又被改建成木桥，就是它原本的样子了。这就是水地。这个也是像瓦纳卡 tree， 你看这个。没有想到这个红色的屋子有上百年的历史哦。嗯，应该就是这些木板啦。以前的人应该就是用这些轨道上面的木板，把货物推进来这个货场。下雨了，进去避避雨。你怎么在我的牛场避雨啊？因为下雨了。你把我的牛赶去哪里了？肚子饿，扛来吃。你是牛的咩？外面有人拍照，很夸张的，整个团队的摄影师啊，有造型师帮他里面有弄头发，我下这一照拍的很专业。我想讲的是，在我前面的这个桌子啊，它的颜色看起来是在这个上面这边看不过你。哪里有？是啊，看起来很雪地雪地啊，难看。今天遇到有人家拍啊 ，studio 照，嗯。哇，想找条，富豪来加一下，嗯，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这个。有个豪华之旅 ，OK， 从那里回哟。走为什么样的路？很大雾哦，今天难拍。哦，人越来越多了。爱的小路。这间是什么 dumpling house 哦？好像很吸到那种香料的味道啊。是哎。什么香料？这个是不是我来？我们买的啦 ，oregano 还是 basil leaf？ oregano 啊。这个墓碑这么久了，还有人放花。Who gave their lives in the empire's cause？ 什么来着？是不是为国捐躯呀？这是一个纪念碑样子啊。哦，我们又回来了。我没有开给我进。是否要签个条啊？是吗 ？Yes. It's kind of cold. It's a little positive. Yes. Oh, so I have to check up. Yes. 你要吃东西吗？拿下来。我们住的就是在这边上面啦。不见。舒服的庭院哦，舒服的一点，舒服的很。东西全部拿完，礼物啊，全部留着吧，留吧，留吧，拜拜。我们要去 check out 了，办公室啊。Hey, here's the key. Not yet. Hi, thank you.还是那么的大雾，我看我们今天应该等不到他放晴了。今天伯伯已经在车里面上车了。在坐啊你，再吃下一个 Big Breaky。什么？我们的 room number 是201。今天我们在 The Lodge 啊 Bow Peak 旅馆这边吃一些早餐，他这个早餐。$21，刚才那个维特他送过来的时候，他还问我这个东西是我们两个人 share 吗？其实两个人 share 都已经很够了，你看这样大份，还有两个大份啊，还可以那混早餐，你最爱，也算是啊，好吃啊，好吃啊 ，OK 了，我来拍一个 time lapse。雾里看花，越看越远。你给我睡到自然醒，你看一起来就看到美景，你好。看对面那种闪击这样子看过去是有一个人哦，他用手机拍，然后就要用那个这样夸张的 tripod， 那个桥依然是那么多的人，我们要怎样过去呢？而且又没有阳光，那乌云好像又来了。是我不 PLL 刚才那边有蓝天吗？那个蓝天主人，你看到吗？他的摄影师在那边叫他讲摆 pose， 个刀啊个刀啊，他嘟嘟的一个。
又回来门口拍了。Ketawa, ketawa. Satu, dua, tiga.